Hello， 又到打球天，我已经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没有打球了，都没有空，所以今天要够够力打，打得过过瘾。下面还有100号阿财丰盛的汤匙筷子，今天用的。今天是什么节日？我们来打篮球，然后有一个球友他刚好今天生日，那我们就准备一点小小的食物，让大家一起庆祝庆生庆生啊，开心开心。寿星公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是我们用生命打球的一位球员，他的今天生日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食物给他，为他庆祝。阿明准备了虾面，我准备了一箱水，明光准备了一粒蛋糕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享用。怎样看都是阿比的，是不是？来，你先开始唱。你先开始唱，你唱啊，我就一个人。一、二、三。直接转身岁，九十三岁，九十三岁，来，转身岁了，一、二，要进啊，转身岁，转身岁。